左瓢来右手传，会做饭的男人最性感。大家好，我是阿面，我又来了。No， 掐指一算，好几天没吃鱼了。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吃个鲍鱼，可以吗？作为一个美食博主，到现在没吃过鲍鱼，惭愧惭愧。开弄了，我遭不住了，馋得很。开干，轻轻放，别给我摔死了。哎，不动啊！昨天晚上活蹦乱跳的，弄不紧动啊！洗盘菜。看来是抢救不过了。鲍鱼自古以来都是土豪系列的菜单，动辄就上百。今天我脑壳有包，花200块钱买了生的，还要自己弄。鲍鱼用瓢饵把肉取出来，也好像大了。是鲍鱼小了。用把活子瓢饵把嘎嘎取出来。那个壳多漂亮啊！不愧是土豪系。然后去掉背后的长长。那么去，我们这是吃鲍鱼，去掉鸭子，那么你吃鲍鱼，人家常说九头鲍，九头鲍，我这个应该是十头鲍吧？九头鲍的意思就是九个有一斤，我这个应该是十个有一斤哈。看我那啥子，看了个鲍鱼嘛你，鲍鱼，你这半根儿，打了半根鲍鱼，那鲍鱼海参燕窝就是东西，我没看到过你，这就是鲍鱼，吃什么吃什么就是。今天是肉多的，哎，我才这是跟，我拿这个跟花匠那样比的，那就不得半根了。用祖传牙刷刷一下，把壳壳里里外外也刷一遍哈。鲍鱼改成花的，改成这个形状，切好的鲍鱼装回壳壳，摆盘，规范了，可以吃了。还有哈儿，还有流程没走完，少准备点大蒜，五个，全部切成颗颗，越细越好，留一半。来准备点小米来，切圈圈，小葱，切成葱花。阿哥，你好，要点开干。烧油，油温适中再下蒜。我们小火，小火。放点蚝油，鸡精滴点儿，放滴点儿毛毛盐，滴点儿就可以了哈。放218克白糖，炒了大蒜金黄，放入我的另一半。蒜，好蒜起锅，蒜蓉浇在鲍鱼上，还准备点扇贝粉丝，坚持嗨皮，水开了下锅，蒸10分钟，锅盖盖头开了蘸了，朋友们点赞。一份鲍鱼，鸡翅一道，粉丝贴得很，再蒸3分钟，放点葱花，再放点小米辣，油温半热，浇油，来哟，开整了，那就开干，硬货，那么的，鲍鱼，海参鱼窝鲍鱼就是这东西，哦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嗯，对，啊不错，嗯，好香、哦，但是我这个酱也炒得很棒啊，哦。一口10块钱，我还是成本的，还是成本。这鸡翅都香，嗯，你们去啃嘛，哪个都不啃，今天都不吃。刚刚尝尝，大家吃不吃？再上这个，来嘛。
这个是呀，就是粉丝噻，三种粉丝。看我们的粉丝长得又性感又好看又漂亮，弄我一口一口喷你，一口喷你，带着这个蒜蓉一下去哦。嗯，看到没有？嗯，对。带着鲜米来一下，你要泡进去，泡进去。弄我泡，你刚才吃粉丝了我去。嗯，没事，比生蚝好吃多。有种蒜香味啊，八十多吧。嗯，鲍鱼配酒，又吃又有。嗯，哎。在这尝尝，嗯，对。我这半根好不好吃嘛？好吃好吃，这辈子没吃过那么好吃的半根。第一回光盘了，二回多半根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视频到这了。如果喜欢我们哥爷的小富二龙车，请关注我们。我是阿米，我是阿哥，我们明天再见，拜你个拜。